何必？四岁学棋，五岁拿到第一个省级冠军，但他迷上了画画。十四岁，他的作品参加国际大赛，成为了那个城市的名人。十八岁，何必拿到了人生第一个成品艺术奖，在学校里举办了个人作品展。不是何老师啊，你这是？这就是我即将要去日本北海道参赛的作品，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哪吒在波塞冬统治下的奥林匹斯圣山》啊。你整整半个学期晾了一个班的学生不管，就是为了这个坑爹的玩意儿，这什么人？校长，作为一名美学的传播者，你怎么能用这么暴力的词语来形容我的作品呢？好，一会儿我就给你传播暴力美学。何必温文尔雅、知书达理，从来不会被冲动所控制。你们这种破学校，我早就不想待了。今天不是你吵了我，是你吵了艺术。可那说的是他五十岁以后。这之后的三年，何必从一个穷人变成了一个更穷的人，在隔壁金老板的带领下做起了冥币生意。哎，美女，哎，你们知道那事儿吗？知道啊。什么事儿啊？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哦，这是我妈。我跟你说啊，不对，是我姨。哎，是我妈。哎，算了算了，你们自己看吧。适当的时候我再出来讲解一下。你咋又跑路啊？知道还不快点。水果摊报告，水果摊报告，那个混蛋刚刚坐摩的离开美食街了。我现在见到他落车了，躺在对面的消防道，怎么办啊？别怕，我已经布线了天罗地网，这次行动代号叫做何以笙箫默。来啦！
不好意思啊，刚哭完一场。金先生的婚丧嫁娶业务在当时如日中天，但当零零后开始习惯给先人发手续红包后，他的业务便从此一蹶不振。来，看看这样吧。管是神仙晃屁，什么意思？不同凡响喽。给钱吧，废话，我可是个艺术家。哎，我也是个艺术家。就你糊的人群不同而已吗？我跟你讲啊，你要发达喽。是有人团购？晦气，这东西还团什么购啊？是最近一个老板翘掉了啊，他那些小弟啊全程搜罗这个东西，以你的手艺肯定能赚大钱喽。你呀，现在就回去赶赶工。冯森，哎，我跟你讲，在这个时代，无个性，不存活。各位老板，说了会微信转给你们的。你们至于这样吗？你那是假微信，我们都看出来了。可我现在也真的确实是穷困潦倒，我现在都做起仙人的工作。怎么搞屁呀、啊、没钱，没钱打电话管你家里人要啊。就是打电话。好。喂。哎，爸。儿子，你还知道给家里打电话啊？我现在被人堵在门口了，没钱给人家还账。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让我先把房租交上呢？好，那你等会儿啊。嗯。来的吧，谁呀？没事，打错。对，我说了吧，是不是？都说了，你要的是不连号的，光是用料都比之前贵了不少，好吗？尺寸做小一点喽。啊，尺寸小，那么多个零怎么放得下呀？别废话，再拿300过来。知道你今天交货拿钱，赶紧把你的再结了。要不然，哼哼，我们今天就让你这门手艺失传。失传，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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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开始的10秒钟之后，何必完成了他人生中一次历史性的贿赂。我妈。我姨，我妈，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看我的猪脚粉，我的猪脚粉全完了。喂，喂，人呢？现在人怎么都这样啊？别怕，这里我熟悉，他跑不掉。我跟你说过，他跑不掉了。呀，对不起啊，我。啊！你妹呀、啊！对，我是妹妹。啊，不是，那个。刚才那个其实是我姐姐。别怕，这里我熟悉。哇，姐你妹呀、啊、我什么时候惹你姐姐了？不就是一碗猪脚粉吗？你至于要人命吗？不是，因为这是今天最后一份猪脚粉了，结果被你给打翻了。大姐，你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一碗粉而已，我赔你就是了。这不是钱的问题。别，说好了赔，一定会赔给你。不过现在我没钱啊。我就是一碗猪脚粉嘛，我相信你。你能走吗？啊，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吧。要不然还是留个微信吧，等我有钱的时候再转给你。哟，老板，不错啊，高科技啊，还电子烟呢。要我说啊，戒了得了，还能多活两年。是啊，小子，我是想活着，看你什么时候把吃面的钱还给我。哎，今天这卤牛肉真不错啊，火候刚刚好，得关火了。大哥哥呀，你能不能先把面钱还上啊？你天天搁这吃白食，真的很不好啊。我知道，本来就要还你们钱的呀，谁知道昨天晚上回家路上被人抢劫了，我也没办法。你干哈不报警啊？抢劫那些人都是一帮老头，大半夜的不容易，对不对？我呸！下次你边界口的时候啊，能不能走点心呢？啊，知道，行了。那牛肉，弄两块来。你疯了吧？吃牛粪吧你！哪有牛粪？阿秀啊，你说话就说话，不要乱喷口水。哦，汤婆子，你咋说失仙了？一个瞎子哪来的失仙？慈善家谭氏集团董事长谭冕华先生将会在三个月后举办一场面对全世界的拉面大赛，目前奖金金额无法预计，因为有可能将会是谭冕华先生的全部个人资产。现在 WPL 世界排名第37位的中国籍选手吴俊雄先生也将会受邀参加此次比赛。世界排名第37，很厉害吗？他要是参加比赛，岂不是赢定了？对当地人很不公平啊。你要不去参加比赛，不公平什么？不过要是咱们老板去参加比赛，那才是对别人的不公平呢。有道理，有道理。老板，你去不去？我这么大岁数，就不跟年轻人争了。敢偷牛肉！没意思，走，回去吃面。
韩叔啊，啊，这是电视上都说你是不是傻了，就为了吃一碗面还要拿这个遗产当奖金。我这老年痴呆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记得年轻的时候听说中国解放了，我就从南洋。这话你都说了800遍了，马上就我不陪你玩。我在回来的船上，小偷偷了我卖场子换来的金条，到我下船的时候，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了，差点没饿死在路边。后来有个小孩给了我半碗面，我才活下来。唉，我就想趁着我痴呆之前再找回那个味道。我这么说，你们现在是不是能理解为什么我总分不清我妈和我姨了？老板已经说了，免除你这些年的面债啊，而且也不用再跑了。好啊，条件是你必须参加比赛啊。好不好啊？不好。大哥大姐，你们那个本来就是个违章建筑，好吧？哎，你们老板怎么不去参加比赛？起来！据事后老板回忆，其实何必天赋异禀，是难得一遇的美食奇才。让何必那小子去吧，赢了奖金拿回来陪我们面瘫。他是前辈高人。本着让年轻人出头的远大理想，这次的比赛其他几位大师也说了不会参加。你不但要参加还要赢，把奖金都拿回来，然后我什么也不会啊，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再说了，现在是你们求我，求人有这种态度吗？那你是不答应了？目前为止可以这么说。别！不要这么快下决定嘛，冲动是魔鬼。这种事情嘛，无非就是威逼和利诱喽。你不利诱试试看，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嗯哼。这何必呢？有个问题不知道当说不。你想好了再说啊。我就是想问问，咱们这个比赛如果是能赢了的话，我是不是啊？如果奖金到手的话，扣掉个人所得税，你欠的面钱、面摊的搭建费、对你的培训费，还有培训过程当中的食材损耗，一共还剩等于13076。几位老板，能不能给点吃的呀？老板，行。好吃吗？知道这碗面为什么好吃？因为我用心。用心个屁，因为这儿冷，我端来的是热面。你呢，受了惊吓，我就在面里加了酒还有安抚情绪的香菜，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面特别的好吃。我做面之所以这么好吃，那是因为我的秘诀4个字，
看人下菜。我每天出门观察每个人的行动，判断他们的情绪，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老板，还有几位？好，谢谢。所以呢，我知道要做出什么样的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千年面摊只做一种面而不接待陌生人的原因。老板，你怎么不去算命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面摊的一员了。青罗和白骨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请他来给你做体能训练。秀春刀，你刀呢？你干嘛？刀呢？你要干嘛？就是一碗猪脚粉吗？至于吗你？一碗猪脚粉，韩叔一周只能吃一次这种高胆固醇的东西，我特地算好了时间买给他的。哎，我不是说了我用微信传给你吗？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微信？为了拉面大赛，我不干啦！再说一遍，我会努力的。要不要停下来啊？大姐，你听我在这听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不玩了，我还是回去和面吧。哎，媳妇，挺好学的。从今天开始，除了日常的体能训练外，还有专业的知识培训。侯为贵教和面，汤婆子教熬汤，绣春刀教切肉。我原来做雕塑的，和面和和泥差不多吧。世上的事，要都像你说的那样简单就好了。猜猜这些都是什么水？矿泉水、自来水、雨水。考验考验你。和面要像揉捏自己心爱的女人那样，肉要顺着纹理，要切得薄，刀要游走于肌肉和脂肪之间，要细腻，要温柔，要与之产生交流，切得要准，更重要的是要牢记脂肪的走向，手部的皮肤和面粉的颗粒的接触上才会变得更加敏锐。眼泪总是我的。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不好听呢，唱的换一首。区分三十一秒，你在里边研究火箭发动机呢？每天都煮这么多的面，到最后还不是被我一个人吃完？我现在就想吃碗白米饭。那边错了，往这边，先往这边。好嘞。这个动作呢是用腰摆动上身，但是腰还不能动。大家开始第二个动作啊，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您可要烧高香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何必做的，刚才让他俩换着端。怎么，让他休息会儿，这会儿去安慰他，他的压力会更大。他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他将走出这间房间，到达一个我们根本看不见的地方。这是几？五个。老大，你看，我已经打听过了，这就是北海最著名的街头拉面师傅李面摊，的徒弟，何必。老大，他会不会耍什么花样啊？他不会耍什么花样的，我知道的。你知道个屁！你以为你这两个月的训练，那些原材料到哪儿都能买到？要真是这样的话，还要我们协会干什么？最好的海鲜材料都是被檀虾、黄沙虫剂和美人鱼他们三家占据着，如果过不了他们这一关，你就拿不到最好的海鲜。你不会还想跑吧？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如果你想走的话，就趁现在，就当今天我请一朋友来喝喝茶。喂，爸，没钱啊？不是借钱。哦，那你说吧。啊，我这段时间有点事儿，可能近期回不了家了。回家？你回哪个家呀？我们搬家了，离原先400多公里呢。啊？你们搬哪儿去了？猜。哎，爸，爸，谁呀？没事，又打错了。哼，我爸。谁是你的好朋友啊？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除了要点虾，你能不能要点其他的吗？啊？你面瘫了？啊？见了长辈也不微笑一下？年轻人呐，啊，就是对着手机的笑，啊，对长辈啊一点礼貌都没有。那咱们直接开始啊！这是在船上，不是在平地，记得跟阿花学的。腰还不能动。现在把这个规则说一下，谁的分数越高，谁就赢了，啊？好，就这样，开始吧。
从今天起，何老板，今后你要货，你尽管开口。老大，今天第六家了，这家真不错啊。先生你好，这就是我们主厨。您今天点的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面，你觉得味道如何呢？吴俊雄，挺好的，比您之前做的好吃太多了。不过就阁下而言，您的进步速度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慢，建议你去上海，那里会让你更快一些。那行，来，他就是世界排名第37位的拉面天才吴俊雄。一会儿他可能会让你辨别各种海鱼和干货，放心，他这一票我有信心。他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呢？他呀，开口闭口就是让每个人到他这儿拿货，让每个人把钱都送到他的口袋里。他姓鱼，就叫美人鱼了。Good afternoon 啊，两位，今天我只能给你们10分钟。还是他吧，我告诉你，他不会拉屎。那话说谁拉屎？戴龙，戴龙，戴龙。刚跟美国客户开了个 meeting。我们呢，现在要搞上市，一切按照国际大公司的标准来。大佬，大佬，我美人鱼已经不是以前的 old school 了。这位先生，你的学历有多高呢？小子，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要不是我逮牢带你来，我才不会 wasting my time to see you。 哎，不是，算了算了。美人鱼，英文练得不错呀。吴先生，不好意思，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北海著名的里边汤吧。久仰大名。戴龙，我的合作伙伴，从日本回来的吴俊雄。你不要说了，我祝你美人鱼今后生意兴隆。何必，走。听说你新招了个徒弟，就是他吗？不是徒弟，他只是一个经常到我店里吃面的朋友而已。李师傅，找个时间过来就行。老板，刚才那人你认识？不知道。我看你俩可挺熟啊，你不会是他的杀父仇人吧？不清楚。你还要看多久？这位呢，就是我们纪氏海货商户的第二代掌门人纪轩纪小姐。我们家商户从清朝末年开始经营杀虫生意。说起北海的杀虫剂，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把他们收起来。
既然今天是来考试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阿轩，我不是帮一个小子考试吗？人呢？哎，老板，你今天不是说想走陈现在吗？我想好了，等我逃出了北海，一定会给你寄明信片的。打你电话你也不接，家里也没人，我还以为你跑了呢。你们认识？认识，但是不熟。阿轩，你这有没有汽油啊？等我把他烤熟了，再介绍给你们认识啊。那就先让他考试吧，考过了放他走，要是考不过，你再考他也不迟。如果你想得到我的支持，就用这沙虫做一盘菜，并且让白果吃下去。今后我季轩将全力支持你。有意思。这是沙和尚秦树妖啊，沙和尚秦树妖其实就是茶树菇炒沙虫。别看我啊，我不知道。你放心，这次肯定不会软绵绵的。何必？你改味道了？哎，我可没有啊，不信你自己尝尝。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hi！ 先用高温爆炸，完美剔除杀虫体内的水分，使之色香味俱全。再用各种配菜提鲜，以及茶树菇压韵。经过高温爆炒之后，就完成了这道沙和尚秦树妖。现在已经有两位大佬投票支持你加入拉面协会了，你给他们吃了什么呀？嗨，哎呀，都是老板面子大。我电话进来了，先不说了。哦，好。喂。喂，是我啊。我算了一下啊，之前你收拾面摊卖废铁的钱够我们看电影的了。你有什么想看的片子吗？算我请你。那我还不如在家待着呢。在哪儿？我在家里呗。那你猜我在哪儿？你在哪儿？我在你楼下呀。哎呦，那你还打什么电话？上来啊。喂。哇，哎，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太帅了，你一定很骄傲吧，到现在还留着他们。还好吧。我就觉得比那些大师设计的好。你知道莫奈吧？什么印象派啊，不就是忘了胡乱画吗？还有米开朗基罗，肯定就是客户要求的多，他就给大卫鼻子泼了个粉。还有毕加索的歪鼻子，估计他就是喝多了。你有病吧。你也知道了，可是我觉得我还好啊。我可不怎么好。我俩从小一起长大，我姐姐性格不太好，很冲动，而且她还说她不太喜欢你。我倒是还蛮仰慕她的。哦，原来你喜欢我姐姐，你不是很仰慕她吗？好，我现在就让她出来。我走了。对啊。
妈双重人格这个问题似乎从小就困扰着她，不是因为临床上这是一种精神疾病，而是因为妒忌。虽然身边的朋友早就接受了这个设定，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只需要付出一份感情就可以收获两个朋友。什么意思？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去追呀。发现目标，发现目标，他往杀鸡街方向去了。我知道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红枣桂圆新娘参，薰衣草蜂蜜奶茶，奶茶店老板特制的，没有女孩不喜欢。到海边去了，晚上风大，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哎，你们这么帮我，太感谢了。帮你？你以为就你一人欠房租啊？别把自己想那么特别好吗？你没事吧？干嘛呀？你想看我还是看他呀？还生气呢？我你是不是冷啊？嗯。哦，给。剧情不出所有人的意料，白果迅速原谅了何必，并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病情，叫障碍性阻断人格认知错乱症。何必一惊，但以同样的速度理解了白果，不能爱，也没有朋友，并向他透露了自己心中的小秘密。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爸妈根本就没有管过我。我在学校的时候被人叫做怪胎，然后就像所有刚刚吵完架的情侣一样，他们要亲了，要亲了，要亲了。好，我们进入下一场戏，三二一，开始。规矩是你自己定的，现在一要破坏它，这不合规矩啊。有什么不爽摊在桌子上说，你行你来啊。李老板，你不要太嚣张哦。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拿了张好牌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是不是每次都要这样？有本事亮出来。哎，听起来挺严重的呀。是啊，你还没有得到协会的认可就去找谭虾皇杀虫剂他们拿海鲜。我在这儿呢。啊，哎，美人鱼这个王八蛋跑到协会去举报你，也是举报老板了，说他倚老卖老，破坏规矩。我在这儿啊，要取消你资格呀。我在这儿啊，一句话，你走还是我走，自己看着办。哼，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们几个废柴，不会就是来打牌吧？我的一位朋友呢想加入拉面协会，所以呢我带他来拜个山头，见过几位前辈啊。没时间没时间，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今天呢，我就不信，赢不了你。哎，他可以入会了？他能过地图关再说吧。哎，这也是你定的规矩啊，所以见不见无所谓了。哎，今天不是拉面协会入门考试吗？人呢？哈哈哈哈哈哈！好啊。你很有斗志，不过今天不是在这儿比赛，我们呢有我们的规矩。这个传统我们延续了很多年了，用飞镖投掷地图，然后根据地图上的地址就近找到食材和工具，看谁做得好。哇！
用这个投票，请用这个投票，请用这个投出你宝贵的一票。忘记这里是北海，不是北海道。据事后北海大厨回忆，为了让口味最快的到达味蕾，就是要冲击前三口，他特地把葱段切碎，让气味更快的散发出来。但是在北海纬度的阳光下，这样的气味在还没有融化到面汤里就已经挥发了。你输了。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你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会认真啦、啊。但是你这样帮他有用吗？所以你觉得他会不会赢那个吴什么雄啊？他是个人才，但是吴俊雄是天才中的天才。你知道他跟那个谁是什么关系吗？可惜呀、啊、那就只有出绝招了。空是空啊，塞空那必须要去。真没礼貌，走了也不跟舅舅打声招呼。按他说的，何必输在了经验上，那他根本没有胜算嘛。你们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哎，不过姐姐说的对，好像有个什么绝招。要不我们做掉吴俊雄？不是不是。姐姐说了句日文，意思好像就是饿了，什么都好吃。我有办法了。这次的行动代号就是 Back to the Future。哇，我今天请了沙尘公司的人来，他们马上就到了。哎，他们来了。过几天会遇上大降温。我们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改造谭美华家的电路，人为制造一个孤立无援的环境，让他再次想起当年饥寒交迫饿倒在路边的情景，从而唤醒起他记忆里面最悲惨的情绪。把空调制暖效果关掉，让空调吹出来的全是冷风。其次，改装门锁，同时切断屋内和外界联系的一切电子信号。万一谭叔感冒了怎么办？出了什么事情，就连叫救护车都来不及。我们会看着的。同步掌握屋内所有信息，以便在关键时刻送上一盘何必做的热拉面，让他记住这个感觉，从而替换掉之前他记忆的味道。好，这下有决心了啊？怎么的，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这都几点了，老头怎么还不回来啊？再等等吧。啊，雨下大了，我去关窗。哎，没事没事，保险丝烧了吧。哎呦，好了，没那么黑了。不行，我还是有点怕。这么冷的天，你怎么流这么多汗？这个门被修春刀的电子锁锁住了。只能从外面才能进来。嗯，打电话。哦，快。
喂，计划开始实施了，手机信号也被屏蔽了。摄像头，思明。自从那小子特训以后，我们兄弟姐妹好久没这么痛快了啊！是啊，话说那个谭冕华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没事儿，到家了之后啊，何必会打电话通知我们，打开开关了。机关都是全自动的，我不在，谁也打不开。发财，到底是哪个短命的，想出这么个缺德主意？饥饿是最好的美食。其实我和他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们不都是长得一样的吗？嗯，他身上的味道和你不一样，也许是因为性格不同，让荷尔蒙分泌的气息不一样吧。他很柔弱，期待被人。今天是你被我撞倒的第74天，白鬼睡觉了。何必，无论你现在在做什么，我都一样喜欢你。但是我怕你会走，因为你是一个喜欢逃跑的人。不过也都无所谓了。如果你留在他身边，也就等于留在我身边。你不喜欢我，那过了今晚，我都不会再出来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过了今晚，我就不在了。别动。那你怎么来了？阿姨你好。你就是何必是吧？再见了，你不要再跟我女儿联系了。这不干何必的事儿，很好玩是吧？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短信他也不回，他是不是生我气了？生气个屁呀、太生气了。他现在除了睡觉就是训练，根本不用催的。我们现在怕他身体透支。啊，不会吧。他肯定是因为我妈说的那些话。哎，你帮我把电话给他，我就跟他说几句话好不好吗？哎呀，他不会跟你说话的，他说过了，在比赛之前谁也不要打扰他。现在他是老
何必？你们不用说，我自己知道。苏妈妈说的对，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激情，就算有，也是作弊。你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自虐没法赢的比赛。我会好好休息。要告诉他吗？告诉他什么？苏妈妈刚才说了，谭美华的味觉已经退化了，根本尝不出什么味道。咱们现在做的这些训练都是空的。啊？还有这种事儿？我把他们家冰箱里的东西啊全尝了一遍，要么是寡淡无味，要么是味道很重。而且我还发现了这个。这是治疗老年痴呆症的一种伴发性触感丧失的药物。哎，简单来说，就是他现在已经闻不出也尝不到任何味道了。说重点，所以呢？所以就是我也不知道。越好。哎，又干哭完一场，你懂的。习惯了。我今天帅不帅啊？帅是帅，够钱。不过你要这么多钱送家小，跑路啊？不是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小妹妹，还准备要结婚了吗？啊，吵架啦，吵架很正常的啦，人可以不努力不奋斗，反正都也是，只要这个世界上一天五郎戏，就有大把的生意等着咱们兄弟去做啦。怎么样，是不是很励志，很有正能量啊？一点都没有，拿来吧。哎，不过说好了，不是借你的，这是未来三笔款项的预付款。预付款？你不怕我跑了？跑什么呀？这是你的家呀。哎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顶小干净郎，好好玩吧。慢走喽。哎，我不走了。不是大哥，你耍我呀？我刚刚把钱从家里拿出来，我老婆哭哭啼啼，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走了？那我走呗。切，好麻烦。还好我没老婆。这不忽悠我吗？干咱们这个行业的，满嘴鬼话，只有理性啦。来来来来，哎呀！不过我跟你说，我最近准备开发明艳项目，到时候咱们俩兄弟就发达啦！发达了！啊！何必？记住啊，在这个社会里，无个性不成活。我改邪归正了。何必？以后别找我做纸钱了。
真的不是面瘫。笑容这么珍贵的东西，要省着点用。你以后就用那双筷子吧。不是吧，老板，那不是您的筷子吗？那他不就……没错，他以后就是这儿的店长了。可是我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你来吃碗面仅仅是为了味道呢？这是面摊，不是大酒楼。有时候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吃，在哪儿吃。那您呢？我当然是董事长啊，这还用问吗？我说你们几位怎么想造反啊？哎也只有美人鱼能够搞到这样的东西了。会会老朋友。两个月，一辈子。老板，您刚才那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他跟何必比，还差两个月。老板，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啊？何必和我还差一辈子？接下来应冠军强烈要求，我们将着重为大家播放何必比赛的段落。哇哇哇哇哇！世界排名第37位的吴俊雄先生居然免试过关了。我就是过来看21号何必的，这些跳广场舞那个。我也是。哎，你说他们谁会赢啊？关我屁事啊！我是来看李毅小姐的。哎呀，我忘了。哎，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位选手居然使用的是手术刀，但是他的动作真的好行云流水，气度不凡呐、啊，真是太厉害了。我跟你说，这个炸火之前一定是玩游戏的。你怎么不说他是宅男，黄金右手哎？别太羡慕人家了。果不其然，本局比赛获胜的选手是何必。WHA-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到目前为止，上岗的选手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正常人，这让我不得不开始更加期待明天的复赛了。我们今天的复赛呢，还是一对一的模式。那么首先第一关呢，就是汤头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汤头才算是过关呢？再这么下去，我实在编不下去了。我们来看一下专业评委的选择吧。汤头复赛获胜方式，何必先生。闭嘴。拉面之神在上，请保佑何必。你在天有灵，如果今天何必比赛赢了，我以后不出来都可以，请你保佑他。不行啊，何必知道了以后会不开心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终于来到了激动人心的决赛环节，由旅途归来的天才拉面师傅吴俊雄先生对阵这谁呀、啊、对着来自美食街千年面摊的好朋友何必。哇哦！我们北海的美食传奇李面摊师傅也来到了现场，连我们的评委都纷纷起立欢迎了，可见我们的比赛规格之高啊！比赛现在开始。他真的是好厉害呀、啊！你们怎么还叛变了呢？我们说的是何必，你看他的动作，简直就是个艺术家。什么艺术家呀？你看他那个动作，感觉就像个机器人一样。怎么感觉这么没精神啊？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你不会也认输了吧？他已经成神了。五官敏感度，我这么跟你说吧，他利用脚步踏击地板的反作用力，通过腰部传达到上身，用腰拉面，就好比是一台跑车用两部发动机同时工作。同时，他的手臂在揉捏面团的时候，用大圆弧传达力量，脚步踏击地板的力量传达在身上，形成了用肉眼难以察觉的小频率震动，让面粉的受力更加均匀，在面团内部就形成了圆形，让面粉更有弹性，没有任何外力泄入。你看他们的台面。可以减少吃进嘴里的面渣，使口感更好。简而言之，何必已经成神了。这么说，何必很厉害喽？可以这么说。那他一定会赢喽？也不能这么说。那到底怎么说？哎呀，等一下再说。根据我们比赛的规则，落地的食材将不能再用于美食的制作了。那么接下来这个选手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不会占你便宜的，就比一碗面吧。你找死是不是啊？你找死是不是？找死！你找死！找死是不是？你信不信我把袜子一起烧给你啊？何必，注意时间。
可是我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吃，在哪吃。在这个社会里，不恶心不成吗？由于商业机密，我们两位选手同时要求保密操作。那么经过本次比赛评委会的一致决定，还有我们赞助商谭先生的认可，大家决定同意两位选手的要求。哇哇哇哇哇，真是激动人心啊！两位选手究竟会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了。他要搞什么呀？何必已经是神了，我们无法理解神的世界啊！等我出去，一定要让姐姐打到他是神。好，时间到。傻枪，各位观众，胡俊雄先生为我们带来了世界美食史上前所未见的美食，居然是一碗会发光的面。我们来听一下评委老师怎么说。这位来自日本的选手，你做的是福岛的拉面吗？还会发光。这是我为了这次比赛精心准备的一碗面，我把它命名为双龙会。双龙会？可这碗里只有会发光的面和汤，连条虫都没瞧见，何为双龙会？意不在于形，形却在意中。请各位品尝一下。这发光的面条一定是用南极稀有的磷虾的发光的部分反复提取，再融入面粉当中和制而成。这还要感谢我的食材提供者，也是我的合作伙伴美人鱼先生。将澳洲龙胆石斑鱼和波士顿深海龙虾的肉，在零下15度的极端条件下，用木锤反复敲打至如面粉般的细末。好吃，好吃。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何必选手的作品。什么 ？What？ 纳尼？何必选手的面里面居然连个葱都没有？在我多年的婚礼司仪啊不不不，节目主持经验以来，从来没见过如此简单的作品。我甚至怀疑里面是不是连盐都没有？难道真的是食材被毁后，何必选手就破罐破摔了吗？哎，小姐姐，你这粉底哪买的呀？哎，谁？走开啦！食物中毒了，快快，要报警，救救护车呀！叔叔，叔叔，给你吃。好吃吗？太好吃了。你是神吗？不是，我只是负责通知的。您看，这比赛已经结束了，大家也都走了，这场地费用
是不是该给我们结一下了？好吃，太好吃了！老板，跟你20年前一样厉害。听我说，OK。经过评委们激烈的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决定，本次比赛获胜冠军是谁呢？何必先生。你终于还是知道谁是老大了，是不是？请问这是为什么？各个方面来说你都没有问题，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面吃完之后有些塞牙，但是何必的面却没有这个问题。吃个面也能塞牙？你的徒弟赢了我，你赢了。当时想什么呢？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你不想知道你为什么输吗？尝尝。谢谢，多谢多谢。何必先生，你好，我们是那个北海 TV 的采访啊，想问一下您可不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这样。对，啊，此时此刻啊，您作为本次大赛获胜的这一个美食家，那您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大家来说的呢？3年前，我一个人来到了北海。我从此何必我厉不厉害啊？厉害死了。干杯。所以老头根本就没有什么钱嘛，支付完那些费用之后就只剩这栋房子了。对呀、啊、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赢什么钱嘛。对呀、啊，所以要开新店的话，我们要另找地方了。对呀、啊，外面好像起风了。对呀、啊，
所以无论选哪个，最后都是死路一条了。对呀、啊。好了。